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柯B传教士，今天又收到包裹了，请看一下行车记录器的业配，带上下货，飞乐，飞乐，我先透过看麦，啊，这啥？对，那我等候。哦，电风诶，我三三秘书啊，我倒准就准往他吹嘛。对啊，那个是抽奖。哦，抽奖的不是给我吹的、喔，不是，还不遥控器。啊，欸、有两台嘞，我现在有两台。哦，一台你的，一台我的。ご覧の番組は彩りシェカギ館会社ジャーキー開く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我们今天要再示范一次，上次有一次了啦，可是那个很久以前，很久以前了。这次我们就讲更仔细一点，用新台币装，那我附一个记忆卡，记忆卡是哦32G， 32G 到底够不够？应该可以啦，它也有 GPS。1080 4K 的，对啊，前方有测速，应该会提醒。哦，关什么可以行车记录器？顶个唔加贵啊嘛？顶个迄是咱的，这是业配。直接抢业配安尼哦？这业配，赞哦！拢足直接的，直接的哦。小姐，给我感觉袂歹哦，你这种感觉，差不多。直接讲的，直接讲的。哎，我来讲，你知影迄泰山有无？嘿，顶个快速接头的啊。嘿，特别讲哦，这个快速接头要这样接 APP 的吧？好啊，就大概这样，很快就这样插下去就好了。对。接好了，哎呀，我不会这样，一下弄一个插话，不要紧张，我够劲。好，那现在我们接触一个 APP， 好，哎，啊哎，各位接好了，哎，完全拢无看到安那接，你知哦？好了，所以这个有我头讲，我这个几点流程哎，去把清楚。像泰山这样笨手笨脚的人哦，嘛有法多。从头到尾做出来，安尼，啊有够诚意无？有，啊我达达。既然咱有干爹啊，以前无干爹乌白翕啊，起码有干爹翕啊清楚，好不好？细部分解，慢慢做，慢慢做，一动一动做。你若是到一点钟，一片就一点钟安尼，你种感觉没有？我都不用剪，不用剪的，直上，让你们知道他妈有多难抓。啊，没有，其实很简单啊，它有一个 GPS 的定位，有几点 ？GPS 定位。几个电源线啊，再一个这一个后镜头，这个是什么流媒体吗？对，现在都是流媒体。对啊，9.66寸啊，那个镜头哈，它是这样，平常是这样啊，这个可以往外拉。那你怎么知道那里是掉下来？哦，那你有下吗？我有看啊 ，GPS 4K， 然后用触碰的。好了，等下去装看看就知道了啦。投保3000万责任险。我来讲。这样好啊，卖讲为着伊讲话，为着我讲话，倒起哩啊，到时咱就开看麦。其实这样才最清楚的，哎、啊，因为什么？看这里不准，西瓜甜不甜？我拍不出来，我一咬下去我就知道了。就知道了，对，到不到你不知道，你一摸就行。对，我都觉得都很小，不然你不相信，我摸看看。好、啊，走吧，我们去装这个。走吧，来一倒。耶、yeah, ，我决定装这一台好了。你知道为什么？因为它不适合装那种大的倒车前引的那面板。对对，面板。哎、哦欸，这是复古的，我们就装这一台好了。可是它有个东西哦，一般我们是装在铁牌这边，装在这里，类似这个附近。可是它没什么东西可以锁。哦，这次要创新一点，我要把它锁这样。怎样？锁这样。哦，你要这样锁。对。啊，这样镜头有没有？我等下这个要铁面要翻过来这样，然后就这次锁起来感觉会这样。啊，现在走跟这个这样跑。跑到哦，它现在这样。对啊。哦，哇，这次这么挑战这么大，可是它比较好跑了、啊，它可能自己从这边跑出来、啊，就这样跑过去而已。开始了，先施工了。它的把固定刚好在这里啊，又来加加把固定。这里吗？其中的一条。我看其中的一条，你连拆都不用拆。它刚好全裸了，直接来。對啊、全裸监督。为什么我觉得没有干话？人家说干话太多不好看呢。谁说的啦？我是很正经的人，讲什么干话？是哦。我现在在讲干话了。好了，那我问你好了，为什么自然卷不能当警察？为什么自然卷不能当警察？不知道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警察是执法人员。我靠！哦，你要从哪边弄？这边啊，上面有个洞，看下面。对啊，你要趴下去哦。对啊，我要去睡觉。车子要不要往前一点？不用了，我那么瘦。你对啊，你是瘦了，但。这样会不会太辛苦？不会啦。哦，好吧。在哪里？你也要躺哦。我不用躺，我不用躺。不用躺，我可以用趴的，没关系。过了啊。啊，好快啊！啊，这种车很简单哦，这个应该会很短了、啊，所以都不用剪了。是啊。
直接上，就一刀未剪进到底，然后从那边下去，好了，从这里接出来，这个就比较简单了，就找地方固定，就照着那旧的线这样跑而已。可是它旧的线，它放在这边不会淋到雨，感觉它蛮容易就淋到。没办法，它那时候设计就是那样，可它那个时阵台湾没落雨吧？是啊、喔，对啊，这样就过来了啊，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就好。这个应该防呆的哈，它箭头就有一个缺口，对吧？缺口把它对起来，对，把它插进去，把它包好，哎，这样水也不会进去。那、啊、你正要接哪里？应该是白色这一个了，倒车方向灯、倒车灯、小灯跟刹车灯嘛，嗯，所以一定是这一条。只有接红色。对啊，再把它皮剥开。那这线那么久了，不会硬化吗？不会啊，还不好不会，会啊，开就可以了，剪断了就好笑了。好，再转紧。这样就好，后面就好了，先这样就好了啊、嗯！到时候再刻位、修位，我们去看前面，走。好，我现在测试。没有亮哎、欸，没有电。哇塞！对，啊，休息。好，换一个。哦，有没有烧掉？看一下就知道。有哎、欸，好。有看，我要看数字了。好嘞，哥。我要动作快啊！好嘞。哎呀呀呀！有了、哦、啊，好，起来，快快快！有没有就知道，插上去就知道了。嗯，哎呦，有电，要插电哦。哎呦哎，哦，这前镜头，后镜头，哦哦，哇，哇啊打打个马古马古，哎，我走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哎，哇，哎呦。耶、yeah, ！现在它断电重开，好，差不多了，我就把线固定好了。好，先洗好了，那我们就把线赶快弄一弄。等一下，你觉得这台车需要装 GPS 测速吗？要啦，它有这个功能，它不装也可以啊，装我就要装了。好，那收线。我本来想说要装这样，哎，把它连在里面，哇，这个锁在这里。那这样可以吗？你先试试看。哦，千玫瑰，哦哦，可以撩哎，所以只能凸出来一点点。对啊。哦、最好是是不是三角形？那、啊、连这样啊锁起啊，就什么东西是三角形的内裤？那是三角内裤，无力卡。反正觉得很简单，突然无助无果。那我可怜，我都吹起来。哦，就地取材可以的啦。我看你用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三角形啊。哦，那要锁吗？我觉得用连的就好了，这样。这样。这样会上下。不知道。试试看，好了。老车就是这样啦、啊，永远都会出乎你的意料之外。想说应该老车就撞一下就好了，在山东搞冲这些叫高难度的米标哇，这个真的是哈、啊、土炮了，土炮中的土炮。嗯。可以了，可以过了。问题是会不会掉、啊？不会啦，真的吗？你会怕？我帮他补一点那个推力控好了，我先把它锁紧。这个线我可能要藏底下了，我先拉多一点。所以你要走下面，他没有盖板啊。嗯，对啊，你这样走过来就一条线了，他只能走底下了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比如说你比较高级的，他这个就盖板，比较简单的都裸露有没有？啊，如果是以我现在车比较现代一点的，像 Golf 是不是做得很好？对，有些 Polo 它就是比较简单的。所以是藏在地毯下，可能就这样一直过来，它没什么地方可以藏的哈。对啊，它那个四条一拆它就爆了，感觉就装不回去、啊。靠技术了，靠技术，要表演真正技术了。我的技术是不错了。哎、欸、啊，你丢嘞！台上我被你骗了，你不是说都不用剪了啊？这些史上最长的。不行，还是要剪。还是要剪。而且你。开箱的时候说要教大家怎么仔细装，就这台车完全没有办法当作参考、啊，对不对？这台车没有、啊，其实也会仔细啊。其实就是仔细的过程，就是说要把线藏好，仔细的想尽办法把它藏好就对了。哦，啊，看你是什么车嘛。其实这样讲好了啦，你假设你自己装有没有？自己装最困难的可能就是，我就觉得是找那一条电线。哎，你一个人没办法完成。你要怎么踩刹车？你要去试这个，我觉得这个是最比较困难一点的，因为它没办法藏，我只能藏这样，有没有？我就尽量把它塞进去。啊，这个玻璃，你知道玻璃，这玻璃，它没有实力控，它这一个，它是靠这一个反胶，反过来而已，它吐而造水的。那它这样不会？不会，货车都是这样做法的。啊，这个就如果要拆玻璃，就两机都来把那个跳下来，它现在应该都看得到。对。
因为它都没有多余的盖板，它没有东地方可以让它盖起来。你看它像地板，它地毯就只到这里而已啊。这个跟什么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教你朋友，带你女朋友去游泳就对了。为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他没有过多的衣服可以遮掩。对，他在水里，他什么妆都会卸掉，然后就可以看到，啊，你想看到什么都看得到。我想看到的时候，对，不行啊，这种盲点啊。如果他说他不会游泳，他不想去游泳池怎么办？玩水啊！他现在玩水都直接 T 恤短裤就下去了。不行不行不行，我们要一样。你这么老派哦、喔。对，要泳装。哦，要泳装。对，还要3.4的是不是？最好了。哎呦，还蛮简单的、啊。哎呦，藏完了，走，藏在这边。因为它没有地方可以藏啊，不然就躲在里面或者藏在里面了、啊。嗯。因为我怕里面会恐慌。对，我觉得放在这边。对啊。这边比较不会去敲到，把它藏在里面，放在坐垫底下。好了，固定啊，固定收尾结束，就不用拍了，我就把它竖起来而已。好了，收工了，没有了，先弄一弄试车啊，前面，GPS， 你是插错是？哦，好，没关系，这边有一个洞，它是那个、啊，它也可以插人被插，可是。这个线我要怎么藏啊？因为它没办法塞进去啊，因为它这个是，好啊，一样这样藏而已。好，我先贴好了，不管了。因为它这个又一个高低差、啊，老车用现代化就是这样。好，耶、yeah, 哦，今天就分享老车装新车记录器。对，今天是老车，真的是老车。如果是现在的车啊，它反而比较好藏，可以藏在天棚里面就藏好。一样啊，就不管走什么线，就是细心一点，然后慢慢做就好了。对，装。可是尤其是那种进口车，真的缝隙就很难塞，就要注意纽扣。好，然后拆下来记得把它装回去。有些人讲说啊，拆了之后就会拧拢拢，你们要装好才会，你装好就不会了，就这样而已。原来是这样啊。目前因为本来讲是试车，因为铁牌去考漆来不及，改天好了我们再去试车，再把这个画面再补上去。好。ご覧の番組は彩りしかぎ館、廃車ジャーキー、キラク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。现在要干嘛？测这个。对啊。都看到地上，这可以上去。对啊。哦，有有有有。我跑啊嘞！前有固定式测速照相。公里，有用，很清楚哎，可以装在我车上吗？不错哎，对啊，蛮清楚的啊。可是，一样啊，灯光蓝也是看不到它，这是正常。但是它不会闪啊，没有那么闪吧？很神奇哈、啊，老车有这个新啊电子设备，啊，别让我前路。哇，你看、啊，很清楚哎。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去啊，泰山王子。对啊，再贴上来。有需要的话，自己可以 DIY 一下，自己爱车自己装这样。对啊。啊，如果没信心，你也可以拿去给人家装啊。外面工钱装一次大概多少钱？应该是1000到2000呐。对啊，这样比较妥当啦。对啊，万一讲我隔壁人阿修千倍，阿你紧丢唔丢？丢啊！啊，也要看你的车种啊，简不简单也是一种。对，不能说一律都是固定1500是没有的。哦、有好装的，好装的我1000我也敢拿收啊，类似这样啊。哦、啊，那么难装，2000人家搞不好还不赚呢、欸。哦，也是，像这种内装一拆就爆了。对，他不敢拆，对，他也不太敢出来，或者是那种很高级的车，对，开进来是一个啊一个 B 的那一种的，我马不上钢铁了。对啊，万一拆坏这一个那。啊，我的2000工资只赔这样一角而已，啊，这样一小角。对对对对。对啊，每天可以还不错嘞，不会比你差嘞。多讲，对 对, 對、啊，就是我们传说中的东道台弄的嘞。哦，那还不错。没有，这声音听起来大概开200了。对啊，其实这样。其实还追不到前面的车，可是那种车是这样啊，我觉得这样感觉很好啊，声音听起来就很舒服啊。我跟你讲，搞不好我们在开车，我们后面人家有拿手机在拍我们，也不一定。对啊，哦，我抓到一台，对，法拉利跑过去，你会拍照吗？不会。对啊，没什么常看嘛。对啊。
但是来宣导一下，开车不要用手机。对啦，副驾会拍啦，副驾会拍啦。没有副驾怎么办？没有用这个、啊，你有记录器的话，你就可以拿出来用了。哦，对。对呀、啊，哇，聪明的。对呀、啊，我们就装了就这个，马上就好处。OK， 然后就对吧？妈的，没有打方向灯。对，就可以检举。哎，可是检举不要钱。顺便讲一下，我们有提供一台抽奖嘛，然后抽奖这个一台，还有一台那个小型的电风扇，对，名额一个。还有什么吗？没有。还有加码吗？没有了。啊，没有了。好，记得要留言。好，这可以抽奖。对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安装的影片哦，记得，记得，很重要。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小铃铛。对啊。好，有人说我说笑话不好笑了，我再去找看有没有笑话比较好笑。其实最好笑的是我本身看起来就很好笑了。没有，怎么可能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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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到了，就拜拜了。对啊，耶，我再继续开，那不错嘞。ご覧の番組は彩りしかぎ館、会社ジャーキー、開く、シャ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した。耶，回来了，回来了啊！记得有抽奖，不要忘记。对啊，哦，有抽奖哦。啊！会机啊！哦，会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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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赢了。后驱的嘞，哈、啊，这是要史上最便宜的后驱、啊、哦，人气真的很会冷嘞，赞！因为我们这个不会断电，记得要关。哦，对。哇，我这几个后驱棍拿出来，它吹下来哇！啊，你该逼他呗，修路啊！我靠，好粗哦，好粗啊！啊，这不是，哎、欸，这不是导尿管哦，记得不是，不是，不是哦，导尿你该逼没修啊，咱不有异味哦，好好好，好了，耶、yeah ，钥匙好帅哦，帅，一只铁的而已哦。